今天我找出了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一个纪念。在2014年元旦，也就是我父亲临走前的前3个月，他还在做他最喜欢的这个传统武术的传承事业。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是呢，他还是坚持把他的徒弟组织到一起，做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武术的一个演练活动。活动搞得很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搞完这活动以后，他再也没有起来了，3个月以后就走了。所以呢，这个杯子我走到哪里我都带着，我从老家到北京我一直带在身边，我从北京来到美国好多东西都扔掉了，唯独这个杯子我一直带在身边，平时也一直不会拿出来用。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说呢，我拿出来。今天是清明节，其实在我父亲走之前，我对清明节还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感触，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代人在我的印象中是很模糊的，我们很小，甚至像爷爷我都没见过。但是父亲不一样，他是从小陪你长大生你养你的最亲的人。所以说自从父亲走了以后，每到清明节，我觉得这个节日就变得具象了，这个节日也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远我们也无法去祭拜。前两天看到我妈妈，看到我的姐姐，还有我父亲的很多徒弟他们去上坟他们在群里面发了照片，我特别感触。所以说我也只能在这里为他点一炷香。我父亲是癌症走的，他是食道癌。其实我父亲癌症动了手术之后其实挺成功的，2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以后，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元旦之前去做了检查，后来医生其实就建议我们，他说你们还是回家吧，那就说明其实没有希望了。
我觉得人在经历了这个亲人的生离死别之后，对于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经历了父亲的离开以后，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看明白了很多。当你看到一个人终有一天就一口气之差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种触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父亲走得很安详，一般我们都听说癌症临终的时候会很痛苦，但是呢，他临终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苦。临终前我们全家人都在他身边围着他，非常安详地离开了我们。我坐在我父亲旁边，在他咽气前的那一刻，我那时候其实我突然明白了，罗大佑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他说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我在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这句歌词的意思。其实我看到我父亲的眼神，他是非常不舍的，因为我父亲走之前他的神志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看他离去就感觉好像就一口气倒不上来就这么走了。面对亲人的离去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大姐就说，她说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就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世界中他就永远就不再有了，永远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的时候他不会明白但是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了生离死别这四个字。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搞武术的，他带了一批的徒弟在80年代那个时候盛行学武，因为这个武术当时很流行嘛，所以说很多人慕名而来在我们家。但是我父亲这个人，我觉得我父亲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榜样，他的为人处事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父亲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但是每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家还是有3桌人会如期的到我们家来拜年我们当时其实以为我父亲在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因为这个师徒之情在，但是我父亲走了整整现在5年了，这些徒弟还在走动他们对我母亲也非常的尊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吧我们可能反而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这么一个责任包括父亲临终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他身边，包括父亲走后我母亲向我很远也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都是我姐姐在照顾。但是呢，其实平时在我家走动更多的是我父亲的这批徒弟，他们真的就像儿子一样，每到什么中秋节啊什么清明节啊他们全部都会如约而至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父亲做人成功的地方他走了以后他的葬礼竟然来了300个人在我们家的一个小院子里面最后堵的都站不下人了。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我说我父亲是他的一辈子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他没有在事业上财富上获得多么大的成就，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在你离开之后有那么多的朋友亲戚甚至有一些村里面我们都没有说特别亲密走动的一些村民全部都来悼念我的父亲当然可能跟我父亲当时当过村里面的村支书也有关系因为我父亲在村里面当支书的时候其实也是为村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我父亲因为他学武嘛，在他们那个年代学武跟医是不分家的
哦，父亲会伤骨科，所以他平时家里都会备着这个骨伤药啊，跌打啊，骨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药啊，只要是村里面或者是我们邻村的啊，有刀伤啊，有骨伤啊，他们来我家拿药，我父亲全部都是免费的，他一分钱不收。我觉得可能也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吧。啊，我觉得现在人可能很难做到。我父亲是一个心很细的人，在我上学的时候，每次回家，啊，像暑假、寒假回家，尤其是冬天，因为我们南方很冷，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他都会，当我母亲把这个被子给你放好了以后，他特别心细，他会把被子，因为我们南方的被子都很重，啊，他在重重的被子上面，然后再给你压一层毛毯，然后再给你压一件大衣，啊，他就会怕你冷，每一个细节他都会无微不至的做得特别到位。但是这个让我非常内疚的是，我自从18岁上大学离开了家以后，其实我就很少有时间在父母的身边，一年最多也就过年回一次家，啊，到后来甚至一年可能都还回不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父亲还有母亲的朋友们，一定要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老人说老就老的，时间不会等你，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像我这样，啊，你真想去孝敬一下父亲，其实你都没有机会了。